我哋继续答复高雄妙音正宗学会，佢一共有十个问题，前面六个问题琴日答复咗啦，今日从第七个问题答起。佢话喺工作环境度冇办法唔听一啲邪知邪见，因而难免落入印象，为此而生烦恼。请问师傅应该点样处理呢个问题？向新加坡许哲居士学习就好好了。曾经向他请教，他说你啊，每日要照顾这么多人，要去这么多地方，你在路上看到那些人，听到一些话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他说我每日见到那些人，听到一些话，听到那些见到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不善的东西，听到不善的话，就好像我在马路上看到那些人，听到一些声音那样，不会放在心上，真的不将它放在心上，就什么事都没了。你呢度讲得好好，难免落入印象，你就生烦恼。由此可知，如果唔落印象，就唔会生烦恼。何必要落印象呢？落印象就系将佢放喺自己心度。如果话点先唔落印象呢？就好似我哋喺马路上遇到唔认识嘅人，听佢哋讲嘢咁样，唔放喺心度。你问，从马路上经过，有冇睇见好多人？睇到啦。有冇听到佢哋讲嘢？听到啦。讲啲乜嘢？唔知道嗰啲人，你会记得咩？唔记得，点解呢？冇落印象。呢种系个好方法啦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屋企人信神道教，为咗行信众生而入神庙，请问师父，我哋学佛人嘅礼仪应该点做？系咪亦攞香跪拜？如果系在家居士可以，出家人呢？就唔可以跪拜，问讯就得啦。出家人可以撞香，可以问讯。在家人对神嘅尊敬可以礼拜，呢啲系普贤菩萨教我哋嘅礼敬诸佛啦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都应该礼敬，咁系可以噶。第九个问题，请老法师批阅临终交代事项，内容喺后页。请问老法师可唔可以流通呢张卡？
应该点样教同修同屋企人沟通呢件事，并应该注意咩事情。佢有一张临终交代事项，我睇大致上都唔错啦，只有第三条里面讲嘅全家轮班念佛24小时后，再轻轻试探体温。如果全身冷透，就可以净身、换衫、入殓等等事宜。如果身体一处尚有温暖，则应继续念佛直到全身冷透。这一件事情如果在自己屋企度可以做到，但是现在有很多病人都是在医院病故的。医院里面24小时相当不容易，做不到的。在医院度能够做到8小时呢，不动他的身体就已经不错了。所以要24小时很困难。如果病重的时候就回屋企，在屋企可以做得到。所以临终交代事项大致上没什么问题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师父，书写的经文应该怎样来处理先如法？书写的要看它的价值。如果是书法写得好好的，写得好工整，这部经书可以作为艺术品供养，你留在屋企珍藏亦得，送给寺院或图书馆都好好。假如写得不是很工整，或者用铅笔、原子笔写的呢，可能人哋就不愿意收藏，自己收藏就好好了，那是一种纪念。这位同修问的，最近台海关系紧张，作为一名佛教徒，应该以点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。作为一个佛教徒，将心定下来，老实念佛，求佛菩萨保佑，求佛力加持，希望能够化险为夷，我们能尽到这份心意就好好了。这位同修问的，他说我新抱个妹第一次来四楼念佛堂念佛，就觉得自己的眼泪一直不停地流，请师父指示，那是什么原因？这种现象不止他一个人有了，我已经遇过好几个了，遇过好几位有这样的现象。实际上
《无量寿经》佛已经讲得好清楚，点解会有呢种现象呢？经常讲，咁系过去生中善根嘅发现。如果冇过去生中嘅善根，就冇可能。所以从呢种现象，我哋到一个地方会有所感触，证明人确实有前生。好多人都有经验，我自己本身就有好多次经验。我哋去国外旅行，确确实实是第一次去，以前未去过，但是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地方好似好熟，好似以前来过咁。以前在德州，我有一位同修，他就仲明显仲显著，他居然能够讲得出那个地方有啲乜嘢建筑，条街道怎样行法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他确确实实第一次去，以前未去过。所以我哋讲到过去今生，佢相信，佢话可能呢，过去生中，佢大概系喺嗰度做矿工，旧金山系挖金矿嘅，佢话可能前世佢喺嗰度做矿工，所以对嗰个地方嘅马路、建筑都好熟悉。呢啲都系蔡文雄居士话俾我听嘅，有一次。他们揸车荡失路，行咗入去震道的时候，觉得好熟悉，好熟悉。证明人确确实实有过去生。过去生中印象深刻，咁念佛亦是咁样。行入念佛堂，换句话讲，过去生中亦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。修学法门为什么没有成就呢？大概在临终打妄想，障碍住就没有成就。这一生之中有缘又遇到了，心里头不知不觉地起了感触，会有这种现象。所以这种现象明白就好，唔好放喺心度，冇事嘅。时间耐咗，你就会恢复翻正常。呢位同修问嘅，佢话：请问点样持名？记得老法师曾经讲过。一句佛号里面三心具足，直心、心心、回向法愿心，这个三心是菩提心。菩提心具足，亦有古德曾经讲过，佛号一起，念念求佛接引。大势至菩萨教都涉六根，正念相继。请问正念里头是不是应该有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的相，或者西方极乐世界的相，或者发愿求生的相？法师慈悲，请开示。念佛的方法好多，境界亦相当复杂。点样念佛功夫先得力？咁先系自己现前最重要嘅课题。每一个人根性唔同。
过去生中我哋修学嘅经验亦唔同，因此人哋用功得力嘅方法，我哋可以参考，仅止于参考。点解呢？因为自己嘅根性同佢未必相同，佢用嗰种方法能得利益，我用佢嘅方法未必得利益。要明白呢种道理，所以佛教化众生冇定法，佛嘅方法真嘅系因人而异，就好似医生同人医病咁，一定要诊断之后再开处方，两个病人冇可能完全相同嘅处方，就算佢哋嘅病一样，处方度用嘅药可能有几味唔同，就算相同，可能分量唔同。佛教众生亦好似系咁样嘅，呢一点我哋一定要懂得。而家佛唔在世，我哋揾唔到咁样嘅好老师，所以自己修学可以多做啲试探，试下呢种方法对我有冇效，嗰种方法亦试下，多试几次，觉得边种方法对自己好得力，你就不妨采用嗰种方法，咁样啊比较可靠。三心具足是发菩提心念佛，它是总纲领、总原则。讲得不错了，那个心我们发不出来。那个心如果一发，你就不是凡夫，你就是菩萨了。凡夫要学菩萨，能够学到似菩萨，咁唔系短时间嘅事情，必要克服自己嘅烦恼习气。凡夫修行唔能够成菩萨，就系冇办法克服自己嘅烦恼习气。习气里头最严重嘅系自私自利。起心动念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那就难了。我们想下，菩萨起心动念绝对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，他为社会、为大众、为众生，跟我们的起心动念不同了。点解人哋起心动念能为一切众生呢？因为佢知道一个事实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系一体。呢种系事实真相啊！佢明了，我哋唔明了，我哋迷失咗事实真相，所以先起贪嗔痴慢，自私自利，迷失了自性。但是我们要学习尽量将自私自利的念头减轻，想自己同时亦想到人家，这样就进了一步了。想自己不想人家绝对错误的，想自己亦同时想人哋，慢慢养成，只要想人哋唔想自己，咁你就成功啦，你就能契入佛嘅境界，
呢种事情要慢慢嚟。咁念佛加上观想，你呢度讲观想佛嚟接引，或者观想西方极乐世界，亦有可能帮你断妄想，不至于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妄想夹杂喺佛号里面，将佛号嘅功德全部都破坏晒。咁你加观想得，加观想可以加观想，因为观想亦系念佛。十六观经里面讲观想念佛、观像念佛，咁做得，咁系如法嘅。至于大势至菩萨讲嘅，都涉六根正念相继。呢两句话是念佛法门里面的总纲领，亦即是佛要怎样念法呢？六根是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眼睁开眼就喜欢看外面境界，竖起耳仔喜欢听音乐。我哋嘅心啊，总会从六根往外跑啦。都摄摄系收翻嚟，咁叫都摄六根收翻嚟啦。大势至菩萨咁样教我哋。中国古时候，孟夫子亦是这样教人。你看孟子里面讲的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我们心都攀缘外面境界，你能够将心收回来就是学问。可见得孟子的修心和大势至菩萨都涉六根的意思完全相同，咁样我哋嘅心就清净，清净心念法叫正念，正念里头绝对冇怀疑，冇夹杂，唔怀疑，唔夹杂，咁叫正念，相继系唔间断，用呢种原则嚟念佛。边有唔成就嘅道理噶？所以呢一段系好重要嘅开始。另外有同修问，自己喺道场修学，父母唔信佛，起烦恼，请问法师应该继续留低，定系翻屋企满父母嘅怨？应该点做先好？呢件事情要睇实际上嘅状况，要细心观察你家人嘅根性。你要有善巧方便，帮助家人学佛。你学佛是好事，为什么你屋企人会不相信起烦恼呢？大概你学得不如法，你屋企人先起烦恼了。你学佛学得好如法，你屋企人应该欢喜才啱的。佛法是智慧，可能你智慧仲未开，你好执着，你自己学佛啦，其实
亦未必完全通达。喺屋企度，可能睇到屋企人唔学法，睇得唔顺眼。你哋日日造业啊，将来要堕落。你屋企人听到，当然难过，当然唔舒服。你食长素，屋企人仲食肉，你哋食众生肉，将来要还债噶。你咁唔系全都得罪晒啦咩？咁成家人点会处得好呢？咁做就冇智慧啦。真正学法，明白道理，同屋企人相处要处得仲好。真正懂得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令成家人睇到你好可爱，你比从前仲好，佢就会问你：你点解会变得咁好？学佛学嚟嘅，佢就唔反对啦。必须要以身作则，要做出榜样嚟俾人睇，令人哋睇到欢喜，你屋企人就会相信。学佛嘅人绝对冇烦恼，生活愉快、安详、庄重又活泼，边有话睇到唔欢喜噶？心底清净、慈悲、真情，你真的真正学法，我相信你的家亲眷属、你的朋友、邻里乡党都会被你感动。你是大众之中的模范啊，榜样啊。所以佛法要注重形相，形相虽然是假的，要注重。你看看佛在经度讲的，菩萨成法特别用一百劫的时间，这一百劫这么长的时间，修相好，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他是修门面，修外表。门面外表真修行人当然无所谓了，但是不信佛的人，他只看外表，只看门面，他不懂得你内容，他看到你的外表非常好，他就羡慕了。所以外表接引众生，现在的人讲包装、讲广告，不好话不重要。我哋学佛人包装广告就系呢个身体，学佛人身体唔健康，人哋一睇佛唔好去学，睇到你面黄肌瘦，唔好食素，食素食成咁样，冇营养啊！如果你食素食得肥肥白白，身体好健康。哎呀，食素真系唔错啊，好重要啊！所以我哋时时劝勉同学，我哋外表要注重，外表就系接引众生嘅工具。谂下点解菩萨成佛？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相好。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接引众生。相好从哪里来的？从清净心来的，从福报来的。要接引众生，不可以不修福。修福绝对不是为自己享受，是为了接引众生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种道理。
呢位同修问：为咗尊，用招募课众本嚟做共修打佛七，可唔可以请师父开示？打佛七有一定的仪规，规矩都是祖师大德指定的，亦用了很多年了，效果都非常殊胜。如果打佛七，一定要按照佛七仪规，如果不是打佛七，自己同啲同参好友大家在一起念几日佛，咁你用招募课众本嘅仪规得，呢一点要辨别清楚。呢题系宁夏地区同修问嘅，佢话我哋系运输汽车司机。每当春夏季节，一到挨晚，汽车马路两边庄稼地面的青蛙涌向马路，甚至排队通过马路，往往被夜以继日来往奔驰的汽车活活地车死，数量之多，惨不忍睹。弟子身为佛弟子，迫于生计无可奈何，亦做出这种杀生的业，心中非常难过，亦为他们念佛回向，但是总是一块心病，不知怎避免或补偿，盼望老法师开示。这种事情确实是一种严重的杀业，但是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但是亦有些爱护动物的地区，他们知道怎样回避，早年澳洲人非常可爱，而家我睇差好多啦。而家我喺澳洲，有时候亦睇到袋鼠被车车死，野生动物鹿仔时时喺路上亦睇到。澳洲啲同修话俾我听，喺从前系绝对冇可能噶。以前澳洲人揸车，只要睇到前面有动物，佢车停低，佢会等嗰啲动物走咗之后，佢先开车。如果要斩树呢，睇到树上有个雀巢，佢哋会上去睇下。如果雀巢里头有蛋，树就唔斩啦。一定要等雀仔孵出嚟，识飞先斩。佢可能会等三四个月之后先嚟斩树。呢种先系真正知道爱惜动物。嗰啲青蛙夜晚喺马路上，而且有咁多数量，喺佛法嚟讲，咁系共业。如果揸车嘅司机学佛，亦可以将车停低，落车将佢赶到两边，你再揸。如果你做的次数多了，
可能将来你行路嘅时候，马路上佢就会让开。佢有灵性，千祈唔好以为佢如痴冇灵性，佢亦有灵性。动漫能够通人情嘅，我哋今年喺马来西亚婆罗洲睇到李金友居士喺嗰边种菜，佢就话俾我听，佢哋山上绝对唔杀生，爱护动物。六年嚟收到好好嘅效果。呢一次有啲同修同我一起去，佢哋觉得非常惊讶，因为喺山上，通常山上一定会有蚊虫、乌蝇嗰啲虫仔，佢哋山上门窗居然都开嘅，一隻蚊虫都揾唔到。佢种菜，佢话俾我听咧，头一年种菜，嗰啲菜差唔多四分之三都俾虫食咗，剩翻落嚟嘅冇几多。佢哋绝对唔用农药，绝对唔用化肥，坚持到底。到第二年呢，虫害就少咗，大概被食咗一半，仲有一半可以收成。而家第六年，我到佢嘅菜园度睇下，每一塊菜叶大概只有一两个窿仔。几乎可以话收成百分之九十几了。害虫少咗，你唔杀佢，佢亦唔骚扰你。杀生唔好，越杀越多嘅，晒唔尽嘅。所以你唔杀佢，佢就冇啦。我哋要懂道理，即如平时我哋居家厨房里头啲蚁、曱甴呢类虫仔，一定冇可能避免嘅。我哋学佛嘅人将佢赶走，唔杀佢，将佢赶走，其实赶都唔使赶。以慈悲心、爱心同佢哋共同生活，时间耐咗之后，佢就唔嚟啦。你再去搵一隻都搵唔到，何必要赶佢呢？赶佢，我哋讨厌佢；唔赶佢，我哋爱佢。我哋爱佢，佢亦爱我哋。一定要懂得道理，我哋真嘅咁做，真嘅得到效应。咁做都可以俾各位居士做参考。下面亦系宁夏一位李居士问，佢话：我哋呢个地方系属于西北半农半放牧地区，屠宰牛羊等加速嘅杀业好重，因此不断感召到天灾，但系放生嗰一类众生嘅条件有限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近年来有人亦发展到捕捉贩卖国家命令禁止嘅山禽动物，我哋就发心放生嗰啲可怜无辜嘅众生，而且劝嗰啲捕捉嘅人，但系无济于事，反而同我哋讨价还价，于是我哋只好经常换人去买，仍然被敏感嘅小贩认出系放生嘅人。佢哋发现有销路，可能
更加积极地去捉。所以有人说，你们放生的人越买，他们捉得就越多。你们这不是帮助他们增长贪心，帮助他们造业吗？我们亦好困惑，不去放生实在于心不忍，应该点做至好？请老人家开示。放生是好事，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，道理我们要懂。他说的话没错，我有一年是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台中慈光图书馆是个慈善机构，每逢星期三李炳南老居士在那里讲经。曾经有一次，亦是星期三讲经那天，有几个人抬了一只很大的海龟来，抬来门口问有没有人要买来放生。大家一睇咁大隻龟，好大，大家立刻就凑钱将佢买落嚟。买落嚟第二日就去放生。下个星期三呢，佢又抬一隻嚟，亦都唔错啊。有啲人将佢买落嚟放生啦。李老师就警告，下一次再嚟千祈唔好买。你哋肯买，佢每个星期就去捉；唔买呢，佢就唔捉啦。真嘅到咗第三个礼拜，佢又捉咗两三隻嚟，唔买啦。所以以后就冇嚟啦。我哋要懂得嗰啲人嘅心理。佛教我哋放生，系我哋平时居家，你哋时时去街市买餸，偶然睇到嗰啲好生猛嘅动物，你仔细去观察判断，佢绝对可以生得落去嘅，你先买。睇到嘅时候，如果买咗再去放生，已经冇可能生嘅，你就唔好买。慈悲要有智慧，慈悲唔可以用感情。感情就所谓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一定要有理智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。所以遇到捉山里头那些动物的人，你们时时买去放生，他就时时去捉了。你唔理佢，佢以后睇到冇销路，佢就唔会再去捉。所以要懂得呢啲道理。呢位系美国嘅谭居士，佢话我今年45岁，近来有病，经西医调理略为好转，但进一步检查之后，怀疑身体内有癌细胞，医生要我去做切片检查。我因为听过老法师佛学问答，老法师话有啲病系过去累劫以嚟嘅业障，药物系冇办法医得好嘅，所以我开始在家里日日回向和忏悔，但是
身边的朋友和医生都说我应该去做切片检查。他们说佛陀都有为弟子医病的，再等恐怕就会来不及了。前两日我的病复发，医生又发现我体内有两个水瘤，是我念佛回向之后先发生的。弟子从认识佛教以来，自问信愿行已具足，往生对我来讲是没有挂虑的。但是朋友都说我的仔仲细，不应该有厌世的观念。我想请问老法师，是不是因为我的业障太重，所以念佛之后反而招惹冤亲债主降临？他问要怎么做才对。佛在经论里面时时教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病痛，古人常讲，人一日食五谷杂粮，这些东西对人体固然有营养，但是亦会产生副作用，绝对不是十全十美的。正所谓病从口入，所以生老病死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避免的。虽然不能够避免，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饮食起居小心不调理，的确可以减少疾病的因缘。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，心理健康比生理重重要。点解呢？佛常讲境随心转，我哋身体同心比较，心系属于境界，所以心理健康，生理一定就健康。心理唔健康，身体健康亦会有病。点会有病嘅呢？系从心想生啊嘛。人身体本来好健康冇事嘅，日日想病，于是病就真嘅出现啦。真嘅有病，心里头完全唔谂佢，完全唔在意，嗰啲病好容易就好翻。所以好多有病的人找医生医病，医生将他的病医好了。我有一次在美国的达拉斯同一个医生倾偈，那个时候我感冒去找他，我跟他说病人的病可以被医翻好，不是医生医好的。他很惊讶，这位医生亦很有学问，懂道理。怎样好的呢？病人对医生的信心医好的。他相信这个医生，相信他的处方药物，他的病就会好。你这个医生再高明，如果病人对你没有信心，对你用的药怀疑，
绝对医唔好佢嘅病。我呢种论调，佢点头，佢同意啊。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得癌症，我常常讲，癌症冇咩好怕嘅，癌症唔会死人。得癌症死嘅都系俾癌症吓死嘅，你话啱唔啱啊？你如果唔怕佢，唔在乎佢，冇咩好怕嘅。西医医癌症好困难，但系中医冇问题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中医有几千年嘅历史啊！佢里头有大学问喺度嘅。西医嘅历史好短，老实讲，佢仲系喺度摸索、探索嘅阶段。中医系已经纯熟啦。但是而家中国人非常唔信，连月亮都系外国嘅圆，咁你话有咩办法呢？对我哋中国固有文化失咗自信心，咁先叫攞命啦，比癌症仲严重。所以一定要恢复对自己民族文化嘅自信心。我觉得如果有呢一类嘅病，经过西医检查诊断发现有疑似之后，最好请中医来医。